天，有个女孩出现了在奇异梦幻的世界。就在那一天，就在那一年，我的生命出现了个双十一的女孩。Hey girl， 你就像童话般的存在，对我大脑都是上了把心的魔法。嘴上说着不想见，但又无时无刻的想念你，想揉你，想吻你，想牵你，挂着你。这所谓的双十一的光棍节，也是我用一加一来形容的情人节。只是因为有你这特别的存在，所有商家都疯了疯狂的给了你 discount。 唯一不变那是我对你的心意，唯一不变那是你对我的温度。只要你想看见，只要你想听见，我会尽力来满足你所有的一切。 Yeah right， 你就是如此的不一样。汪汪汪汪，不可一世的天使数字，希望你自傻气的天蝎女孩，永远快乐就是我最想最大的幸福了。天，有个女孩出现了在奇异梦幻的世界。就在那一天，就在那一年，我的生命出现了个双十一的女孩。嘿，想来想一想，跟你开始发展的年份就在那2011年。社会会议不止会是出了几万页，日夜通电就是为了能让你入眠。快去宝贝，为了过上新的一天，热情就是与你一起共同面对。对不起，就是不能够再次星星给你，再次月亮给你，还有再次太阳给你。 Only thing I die is just keeping my world， 带你到处打卡，踏入异国他乡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不能够少了个你，早上天马领取你的生日礼物，各种祖宗围着你这世界绕啊绕，天主人民都等待今天的到来，为你期待，为你疯狂，为你付出。 The word I gotta say is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Thank you.